现在的这个水族馆在那里嘛，这里走过来呢，直至我往我这里前面走呢，就是这个Murray 的家，也就是阿瓦西马 Hotel。行きましょう。那你走过来过后呢，就会到这个清幽清幽的地方。那其实你已经到这个 hotel 的附近了，就是这里。所以，但是呢，没有住这里的人呢，就禁止进入，所以呢，也不能够说到很前面去拍照。对。哎，尤玛发现什么了吗？哦。我是舅，是个。哇，哇，这个地方好棒哦。虽然这个隧道呢现在还没有出现在这个 Love Live 的剧情里面哦，但是我预想，就是接下来可能会出现。预想。所以呢，六先来过了，对，先签到再讲。因为我拍这个影片的时候呢，只看到第六集。呢，じゃあ行きましょうか。海洛，我们要去神社，就是他们练习，就是每天练舞的地方，不是练舞了，就是练体力的跑步的这个神社的一个楼梯。不入口。好，我们已经到了，就是在我们前面这里呢，就是这个阿瓦西马神社。对对对，有人在挑战，有人在挑战，你看。哇，对，这个吉卡桑他们跑上去一趟好像挺累的，但是看人讲呢，他就可以直接跑上去就不喘的那种。那看六呢有没有这个体力跑到顶。行きましょう。加油。好，那六要挑战到650。Ready, go! 我说。很斜很斜，超斜的。好累啊，只走到就是那么一个楼梯，然后呢，这里就是这个钢巴铁，有没有看到？在这个动漫里面呢，就出现过这个钢巴铁，超斜超累的，果然就是、这个。继续吗？嗯，继续跑吗？当然继续啊，当然继续啊。啊，这里就是一个剧情哦，就是第几集？第四集吗？就是七卡伞他们嘛，就是在这里很累嘛，然后呢，看懒，果然在这里跑下来。然后就说哦，你们在这里哦，加油！然后他继续工作了，对。有一个情景呢是在这里进行的，对，这里也是这个在这个动漫情景里面出现过的穆里翠子亚斯米娜嘎达左右嘛，我们在跑，就有一个剧情就是哈娜玛露西亚她累了嘛，然后呢就走到这里，然后这个露比亚就回头，他就讲早く行け。あなたはアイドルやりたいでしょ？有一段了，我忘记台词了，大概是这样的东西。走，我们继续跑。我发现 Love Live 这个故事的设定有问题。大家看这个牌，噔噔。走らないでください，不要跑。可是动漫的设定是在这里，就是练习跑步嘛。这个设定有问题哦。啊，好长啊，还没有走到哎。啊，我们走了那么久，还有三分之一。尤玛，加油！尤玛，你好厉害啊，完全没有流汗。为什么？为什么只有欧吉桑在流汗？我就对呀。走，哇！我才不信说高中生可以从下面跑到上面就不停的。好，我们现在注意到了，在我们前面就是这个橙色。哇，きれいきれい。きれい。感覚がありますね、この神社。ね。なんてお願いした？
CUTV が500万人突破して結婚できるように。500万？あ、50万。500万でお願いしたの。50万。ね、いや、500万はないですよね。50万。我是许愿。神様びっくりするよ。500万かい。神様500万かい。50万じゃないかい。终于成功出来了。那大概这个阿瓦西玛的这个蛋岛的这个圣地巡礼呢，就大概到这样，大概是这样，我知道的应该就这么多了吧。有没有什么没有去到的呢？那我们去吃晚饭喽，伊玛。大自然。大自然非常棒。然后呢，因为我们无法过去这个就是近拍这个 Murray 讲的家，所以呢，我们就从这里拍过去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呢，我们开车开了大概是十几分钟，还有15分钟呢，我们就到这个 Numazeki。对 ，Numazeki 是有出现在这个 Labrabo 的场景里面，就是车站，他们在那里拍这个传单的。然后呢，这里跟刚刚我们住的这个千哥的家附近那里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这里呢是 Tokai， 就是比较城市，那有很多玩的吃的，基本上啊什么麦当劳啊、肯德基啊。什么卡拉 OK 啊，干嘛的都是在这里可以找到了。对，我还以为这里都是乡下，结果开车开不久，就是开一下子就可以到这个蛮都市的地方。马上就要到他们阿瓜在这里拍海报的地方了，Yuma。哎，ライブに来てくださ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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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里哦。耶，到了，注意看到这个努马泽基的队。啊耶。Yuma， 我们要不要在这里拍这个六 TB 的传单？来看我们的演唱会，来看我们的演唱会，有没有？对，到了，超棒！粉丝们都在这里拍照。六 TB。好，那大概是这样。对，圣地巡礼呢，已经告一个段落了。Yuma， 觉得怎么样？对，是真的是超有 feel， 超有感觉的。来到六个月嘛，是第一次来这里圣地巡礼这样。我们决定了。决定什么？搬家。搬到这里好啊，这里还蛮方便的。就刚刚带你们去看这个城市，还蛮就是什么都有。对，然后呢，驾车大概开车开个大概20分钟就可以到这种景色优美的地方。呢？不要说以这个什么 Love Live 的身份来讲， Love Live 的粉丝的身份来讲的话呢，以一个观光客的观点来看，这个地方还真的是还蛮漂亮的。对，然后这里的人呢，真的就是像 Love Live 里面不是有提到吗，就这里的人还蛮有风情的，不会太硬，不会太僵。对，热情，风有风情这样。真的果然我就喜欢乡下，超自然呆，超自然体。对，那又嘛，大概我们这个圣地巡礼就告一段落啦。现在呢，其实我们本来是打算今天回去的，但是因为实在是玩得太累了，然后呢就想说住了一晚，然后刚刚就打电话去问了一下，就比较跟 Love Lab 没有关系的一个地方，然后附近呢住一晚再回家。对，那圣地巡礼呢就告一段落。Yuma， 有没有话要说？有没有话要说？好困，好困。那我们还是回去睡觉吧。今晚的酒应该很好喝。那我们就跟这个 Love Live 的这个圣地说再见了，Yuma，拜拜。然后这里就是那个也是拉流缸，说再见喽，拜拜。一个。最後まで付き合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最後まで付き合っ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你订阅了吗？还没有的话，拜托订阅我们猎 TV， 按这里按这里，每天晚上9点看影片，还有这里有推荐影片的播放清单。猎 TV 的 channel 登录，ぜひぜひお願いします。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